前面打开，下来起飞。计时起飞。明白。我们结合战斗起飞、演习演练和课题训练，不但加大训练的强度和难度，并把驻训的特种机、防空和雷达部队作为提升战斗力的磨刀石，逼着飞行员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中提升作战水平，锤炼过硬本领。